第一步啊，我又把那个刚刚的程式哦，一样放在云端白板上面，所以就是这一段嘛哦。方法一，画回圈，先跨什么？跨工作表，输出公司，特别重要，重点在跨工作表。那怎么跨工作表？就是加 should 物件，should 有没有？哪一工作表点？就这个啊，哎，我要向下追踪，那就是 should 查询名单向下追踪，should 查询名单的这个储存格，帮我丢这个公式。OK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就两件事，筛选跟复制。那怎么筛选？啊，其实筛选我们刚刚做一个动作，就资料里面不是有个叫筛选，有没有？然后把这个一的部分留下来，然后按确定，它就留下我们要的。哎，可是问题特别注意哦，如果我今天希望哈，在 VBA 里面呢做完这个动作的话，哎，该怎么做？程式会很复杂。好，其实跟各位讲不会，一行程式就搞定。哎，怎么啊？再来的话呢？哈，第二个是说，如果筛选完之后，我希望把这个范围复制，哪个范围？这个范围。哦，哎，其实指的应该就是什么？从 A2 嘛，哈，Ctrl+Shift 向下这个范围，然后复制过去，哎，到哪里呢？到查询结果的 A1 这个地方。哎，程式该怎么写？哎，特别是哦，这个地方哦，主要是常常有同学问说，老师，我怎么样可以把某个工作表的某个范围哈，哎，帮我转移到另外一个工作表的另外一个地方，另外一个范围，有没有很超？啊，怎么做？会不会很复杂？跟各位讲不会，一行程式就搞定了，哎，真的是一行程式。可是那一行，那你这边打错就完成了。真的没有很复杂，但我发现哦，很多人都不会这样做。那如果你不会这样做，你就变成你要 Ctrl+C、Ctrl+V，一直在那边 Ctrl+C、Ctrl+V。那如果有很多大量范围的话，那你不是一直 Ctrl，就变成说你要重复那个动作啊。可是如果你会写 VBA，一按全部就搞定了，那当然效率呢就相差18000里。所以怎么做？我待会有两行程式，一行是筛选，一行是复制。怎么做呢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现在已经我先把筛选圈取消。那假如说呢，我已经把公式丢过来了，那接下来的话，我必须要做什么？也许第一步啊，第一步的话就是，那你如果加注解的一哦，我们先做输出公式的动作。第二步的话呢，就是什么？我就是做那个所谓的筛选，有没有？那第三步的话就是做所谓的那个复制，好，那程式写的方法我就写在这里。第一个的话，你要告诉他说啊，我要先跟他讲说我要在哪个范围做筛选，哎，范围在哪里？从 A1 对吧？所以特别需要范围物件名称叫 range，哪个范围呢？从 A1 啊到哪个范围呢？到 B 的哪一个？Ctrl+Shift 向下查一下也可以，好，Ctrl+Shift，哦，Ctrl+Shift 向下到1000，OK，所以呢，我知道说哦，假设吧，我们先不用用追踪的时候，我们比较简单写啊，就写1000好了，当然以后可以改哦，改向下追踪，点什么呢？哎，特别注意哦，如果你要在这个范围筛选的话，你只要记得哈，在 VBA 里面如果要筛选叫 Auto 啊，AU。再打 AU 就 A 嘛，Auto Filter 就这个，Auto Filter 就是筛选，好，你就选它，点两下，然后按个空白键，哎，特别注意哦，那后面的话呢，哈，它筛选了哈，你必须告诉它两个条件，第一个呢，因为各位有没有看到这边有初体字啊？初体字的话，意思说，哎，请你给我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叫什么？Field 的意思就是蓝。然，特别是哦，他意思说你要筛选的是哪一栏呢？是 A 栏还是 B 栏？啊，不过你特别是哦，不能给文字，只能给数字哦。它有两栏嘛，那我要筛选的是第几栏？第二，所以你就输入2就好了。逗点，那有没有它跳初体字叫什么？criteria，后面那个是一，一二三是一。意思说第一个条件，有没有 criteria 还记得吧？在
那个 sum if 跟 count if 有没有？第二个参数不叫 criteria， 就是意思条件。哎，那请问一下哦，你第二栏你要找什么？你要留下什么？留下一嘛，所以记得哦，而且这个一哦，记得是文字的一哦，不是数字的一哦。OK， 哎，我怎么知道是文字还是数字？我看一下。哎，其实有个方法，资料里面筛选看一下，如果你点下去箭头哦，假如出现数字，哎，那就是数啊，跟这样，那就数字。所以这边的话呢，应该是数字，所以在程式部分应该就不能用双引号，应该就给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给一就好了 ，OK 哈，因为它里面是数字，哎，不过我记得好像我是不是我好像给文字，它居然也是对的，啊，所以 VB 好像容错性还蛮高的，打错了，不过理论上正确应该是，如果它里面是数字筛选，有没有？从哪边可以知道？从筛选这边哈可以知道，有没有？数字筛选，那这个地方如果跳出数字筛选哦，表示说这个栏位里面放的资料是属于数字的形态，哦，那你就给数字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有这个结果之后的话，那就筛选就完成了。所以这个地方筛选程式就写完了。可是特别注意哦，还有一个地方可能要注意哦 ，range 嘛。那如果将来我的游标、我的按钮在这里，可是我要执行的是这里，哎，那势必什么？我必须要在什么，在 range 前面加什么？加一个 shift， 所以可以把它复制过来就好了。那一个工作，所以按按钮按这里嘛，那一个工作表里面的这个范围，哎，帮我筛选一下哦，留下一的部分就好了。所以哦，如果我现在哦把它执行好了，这边好，假设我今天，刚刚这动作好，跑到这里对吧？我若按 F8 执行，看一下它有没有帮我筛选这一行哦 ，OK， 啊，其实你会发现程式不多，但是很好用，哎，筛选完了。可是接下来的话呢，我如果希望怎么样？哎，那可不可以帮我把筛选的结果呢，通通复制到这边来？这边复制到这边，这个、哦、复制到这边来。哎，那怎么复制呢？特别说程式也不多，记得哦，如果你要复制的话，也是跨工作表的复制。所以哦，一样把 auto filter 的前面点前面有没有把这个？这个工作表的这个范围，后面把它改成点什么？点 copy。OK， 特别注意 copy 就可以了。空一格，到哪一个？哎，到哪里？到查询结果的 A1 对不对啊？那你就直接打什么？打 A1 就好了。把这个拿来复制。copy 后面的话呢，就是跟他讲说，哎，你要 copy 到哪里去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就写完了。哎，那你也想说，老师，那为什么这个 range A1 哦，前面没有加那个序值？哎，特别是将来按按钮在这里，对不对？那表示说呢，我现在就在我自己家里的，我就不用再特别再加哪个工作表了。当然你要加也可以啦，你要加的话记得啊，就是把前面这个范围的东西 call 到哪一个啊工作表，那就是。这边可能要变查询，确实查询结果点 range A1， 不过如果你现在已经确定放在，那就不用加了，加的话等于多加了。哦，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？哦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程式就写完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啊，把它向上移一下，这个会不会 call 过来？好，不过你 call 的话记得哦，因为呢，我现在那个按钮在这边哦，所以记得你一定要把你的画面切到这个工作表，如果你又切到这边的话。那结果就是错误的哦 ，OK，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？现在这个地方比较麻烦，就是多工作表的啊这个部分哦，很容易做错。好，那我把这个执行看能不能把它 call 过来 ，F8， 哎，全部 call 过来了，哎，不过 call 的话哦，好像多 call 了什么东西，哎 ，A1 不用嘛？就是那个 A1 到那个 B，、啊、对，所以啊，这个不用 ，A1 不要，然后 B 也不要，对不对？这个，所以哦，我们重来一下，这个把它这两栏把它 delete 掉，所以哦，程式，哎，这个把它常用清除啊，清除全部 ，OK 哈、哦，好啊，所以哦，刚刚写的程式哦，应该这边有错、啊、要改哪里呢？
特别重要，把 A1 改成什么 ？A2， 然后呢，那个什么呢 ？B 的部分不一样哦，所以把它改成 A 就可以了啊、哦。意思是说，啊、哦，帮我把 A2 到 A1000 的部分抠过来就好了。A1 跟 B 的部分哦不要，所以哦，你要把这上面这一个复制过来哦，可能要记得要改。OK， 好啊，其实你会发现啊，我刚刚按那个 F8 逐行，对不对哈？这边有设个中断点，它程式会停住了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程式哦，你要让它回头再跑一次的话，你会说哦 ，VBA 这个部分功能还蛮好用的，可以让它往前，哎，你再跑一次，再按 F8， 哦，这样就对了。也就是说你写程式哦，它是可以回头的哦，哦啊这个，所以呢特别注意哦，改的部分哦。这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，有没有？不过就有同学说，可是老师你不是 call 是 A2 到 A1000 吗？那这边有没有到 A1000？ 有没有砍错向下？哎，没有，到27而已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哈、哦，我们现在是处于什么筛选的状态？那筛选状态是说，你如果要 copy 的话哈、哦，假如说它这个地方没有在这个画面里面出现的话，它就不会被 copy 到。哦，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啊！这个功能这样子还蛮好用的，只要配合筛选就可以 call 你要的资料了。哎，所以哦，这个应用面还蛮多的哦，甚至这个后面可以衍生出蛮多的，比如包含你可以把 Excel 拿来当一个查询系统的撰写，也是类似的方法。哦，比如下一个条件，然后帮你找到之后的话，把你要的结果 call 到另外的地方去。其实道理差不多、哦，也就是主要是由哪边衍生的，特别说主要就是两行 ，range 有没有？后面加一个 auto filter，auto filter 后面的话呢，就是跟它给它两个条件，哪两个条件呢？第一个就是，也不过哦，如果你加了序值哦，你会发现这个它就不会提示就不出来了，因为那有时候我习惯是序值最后再加，有没有？哪一栏？哦，特别重要是第二栏，逗点什么条件，输入一就可以了。好、哦，哎，帮我找一出来就可以了。好、哦，啊，再来的话就 copy、哦。好啊，记得最后的话呢，因为是跨工作表，所以前面一定要再加上工作表的名称物件。OK，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。啊，我刚刚写的程式哦，云端上也有了哈、哦，所以一刚刚的二就是两行。不过你会发现哦。之前我应该这个我是有加双引号，可是它还是可以过啊，不过没关系啦哈，知道就好了。不过比较正确应该是用数字才对。好啊，这样的话呢，刚刚写完的程式就这两啊，就是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三页，来画面一下还给各位一下哦 ，OK。OK。